挑战当小下面约她闺蜜，就我那帮闺蜜有一个算一个，你随便挑。真的？真的？那我坚决了。行，就坚决了。行，我给你我手机，你给她打电话吧。不用，那我俩有微信。你啥时候背着我加她微信了？那啥叫背着你呀、啊？我这不是担心哪天联系不着你吗？我留一手。留一手？谁让留那手是哪手啊？那我这边这么正直，人家不信我呢。正直个屁，今儿账不算。那你说、啊，我要是给坚决约出来咋整啊？那就是你俩去哪玩，我买单呗。那不行啊，那你说你搁边上，多耽误我俩的促进感情。那你想咋的？那我给约出来了，你亲我一口呗。你都约出来了，我亲你一口干啥？我让他亲你一口呗。啊，那好嘛。也行啊，哎，建军吗？大晚上给我打电话干嘛呀？啊，我寻思找你出来吃个饭。找我吃什么饭呢？嗯，不是，就是那个一个人吃饭无聊嘛，也挺长时间没见你了。小夏呢？小夏打电话不接呀。哎呀，那你要是麻烦的话就不用了，我自己叫外卖吃。你千万别跟小夏说啊。那我肯定不能跟他说呀，我嘴多严呢。那我找他爸穿，然后一会儿去你家找你吧。啊，行行，那不见不散了。李建军，那啥事儿？这。天都黑了，你这不着急回家啊？你啥意思啊？搁这耽误点呗。哎呀，你咋能这么想？你这，对。那你要这么说，我就更不能走了，我就在这等着他。行，那啥，那我门口有个快递，你帮我取下呗。谢谢啊。哎，夏，你看我戴这眼镜好看不？不是，哎，不是你进这里干啥呀？咋的？你这怕尴尬呀、啊？我快去看看。啊，行。哎，嗯，我盯着你呢啊！你要不然整事儿，你看我整你。哎呀，我都没事，主要怕坚决一会儿等。来了。哎，来了。太脏了。哎，坚决，你说你来就来呗，吃饭还化这么好看的妆，哎呀，还喷香水了呢。跟小夏出去我都不化妆。哎呀，坚决，你说你这是干啥呀？你这你别动嘴呀、啊！你这。哎呀，没事，你怕啥呀？你不说不就完事了吗？哎，你这不说也不好，一旦小夏知道。没事，我不能亲他。我不能亲，你能亲？我能啊，我能亲，我凭啥不能亲呢？